在这节目里面，我已经听太多次伟哲说啊，对那个农委会我也不赞成，对经济部长讲的我也不赞成，对劳动部长我也讲的不赞成。啊，那你们为什么找这些人来组合？可见我是多独立啊。那林权不是蔡英文的幕僚的头吗？他的智囊的头吗？所以对于蔡英文或民进党执政的理念诉求，应该很清楚、很坚定，因为是他提的才对呀、啊。哎，林权也不熟，对于合一要不要，他自己也转弯。林权好像也是临时抓来的，我也觉得你们好奇怪啊。周一到周五，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，挖多深。